通加油。五号是哪个？五号是我们六号的。六号打哪个？五号是六号的。我要这个 HDMI。你要 HDMI 的 ？HDMI。那台不会动，所以它是最稳。铁道联盟。接下来我们邀请高雄市木栅国小、台北市木栅国小。你先举手。植育美育在地学习。现在几号了？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台北市永吉国中、澎湖县镇海国中。同学今天没有任何压力，好，有种大一点，有种动作夸张一点，无法。接下来邀请新竹县元东国中、桃园市内坜国中。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屏东县长荣百合国小、台南市西门实验国小、澎湖县苗语国小。西门海洋耀国际。长荣百合园林风，苗语章鱼好特色，山下共学乐融融。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台北市锦兴国小、苗栗县东和国小。麦克风声音。共享共学，创客县。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屏东县响潭国小、高雄市旗山国小。海角天涯，转身都是美丽的相遇。城乡共学，邀约大家心向幸福。我们邀请新北市十分国小、桃园市山顶国小。山顶月影齐声响，十分天灯燃希望，城乡共学幸福共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台东县广元国小、桃园市长庚国小。广结良缘，城乡共学携手并进。接下来我们邀请云林县信义国小、台北市信义国小、高雄市甲仙国小。谢谢。接下来邀请苗栗县同光国小、新竹市鼎溪国小、新北市鼎溪国小。方敏善共学习，沈云慧呼喊不要。谢谢。接下来邀请宜兰县柯林国小、新北市中正国小。中正先柯林进站，城乡共学，幸福相伴。谢谢。接下来邀请屏东县玉田国小、宜兰县玉田国小。建幸福，厚植福田，团队共好。谢谢。接下来邀请屏东县民生国小、新北市大平国小。接下来我们邀请高雄市师湖国小、嘉义县太平国小。城乡共学，幸福共好。高雄师湖嘉义太平，音乐幸福早茶去。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新北市石门国小、桃园市石门国小。
让大家拿麦克风，手持台就不方便的话，所以用麦克风下来。去年就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尽量还是现场的声音啊，那麦克风只是辅助啊，谢谢。新北石门、桃园石门、十全十美，携手同门。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屏东县海滨国小及台东县上古国小。好，尽量靠近麦克风啊。东港大吴双港林，城乡共水三海鲜。云端虚拟实境线海滨上午冰原签，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屏东县大光国小、高雄市山顶国小、山光水色，请您共同，谢谢。我们邀请台北市民族国小、金门县多年国小。一起手牵手，理念到永久。谢谢。继续，我们邀请南投县爱兰国小、台中市湖南国小。爱兰、湖南、三海市，共享城乡新鲜事。谢谢。继续，我们邀请台北市万兴国小、台东县公馆国小。公馆，跟外星，山海共好。谢谢。继续，我们邀请屏东县山海国小，台南市中山国小。山盟海誓，点亮城乡，共创幸福。谢谢。继续，我们邀请高雄市中山国小、苗栗县礁埔国小。科技领航，天使梦想，高雄中山，苗栗礁埔，特色生根，意犹未尽。谢谢。继续，我们邀请花莲县文兰国小、宜兰县育才国小。文兰水岸点美如画，来伸出暖意抢龙风，文兰来走学习方向。谢谢。好，如果刚等一下还是塞车没到，你会需要还有我们的人资源，好，再跟你们等一下哈。继续，我们邀请台南市关庙国小、新北市嘉宝国小。百年中华宇宙情，生活乐游荡。关庙情怀暖人心，优揽胜盖家宝。老教老树老朋友，关庙家宝赞。谢谢。城乡共学伙伴学校大会师，接续我们是邀请与会的长官贵宾到各个摊位来巡礼，我们进行成果发表。谢谢各位，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由舞台的面对舞台右手边，我们直接跟屏东的苗栗国小，还有屏东的长荣百合国小进行虚拟的线上连线。要放声，周老师，就是要放声的。好，顶溪的古筝，好，可以唱。好，麻烦刚几位协助麦克风或者是舞台布置的伙伴，再麻烦动线跟顺序再进行调整一下。好，东区跟西区的肥皂古筝，大家演讲就可以顺序依序进行。
我们才自制的方式这一点。苗栗交埔国小，苗栗交埔国小校长在吗？请先 one two three three， 请先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嘿嘿。
别到家来。我会不会讲？不是，那我讲吧，就问来问去啊。好，来，起，合起来更好看。都走半右半。三姐，我想这样，听一下。我们的主任，吴主任，我没理由啊。那我就接不下去，因为我就不是下一个人，就是看到舞台我才知道的。舞会的特效哈，我们等一下十点半左右，舞台左右两侧有那个表演的。道具的这个箱子是我们的小舞台，那我们十点半就会开始，第一组到第十二组分别会在小舞台来进行展现，那我们也请各校去做准备，谢谢。那我就不能。
郭碧堂教授、陈武雄教授，麻烦到舞台前面来。10:26，我们预计10:50，就是准备就位，进行我们今天的记者会的程序。我们现在是10:26，那我们10:50大家就位完毕。那现在我们邀请舞蹈委员几位教授还有到场长官到各摊位去看看大家。好，谢谢。先走那边的，他走那边的时候就是这个线。这个线你跟着走，然后到了中线，到了中线以后，到想要这时候你要帮忙，因为这个时候这台机器没有，那就只要可以，所以你先帮忙右边的线，你负责左边的，你理完线就他过中线你就回来。回来再把它现在下回来，那我又多一点，然后你就不要动，你就还是回来长这样，然后你就好吧？对，对对对。
打工。那我们第一期先跟各位介绍的是。听到了吗？有听得到啊？你这样听得到啊？你用什么东西听啊？哇！为什么？Thank you.
分四十分以前的学场，我们的小时候摆了一个艺术。那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那一年我们追的女孩》？有一幕男女主角在发生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地区，而我们说出来的是天真的奥秘。因此，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想了解天真的奥秘，想要知道天真的由来，想要来守住天真，甚至于我们还有天真的无可理喻，欢迎您来到小镇国小，我们飞火海绵学校，期待您的莅临，谢谢大家。
下的讲坛的位置。今天为各位分享我们城乡共处的一个特色。城乡国小是一所今年是大约120年的老校，那今年是我们120岁校庆。虽然学校里面也是国内少数有100年建筑的学校，校舍目前还在使用。那学校也会在其他保护方面，有一系列的一个基础，石狗培养、铁砂花，还有我们学校的整栋教室相当好，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校长要想在发展的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要先聚焦各种的一个特色，让他各位也能够掌握。三多，树木多，生物多，还有一个就是想的
接下来我们安排第十二组，由宜兰县东山乡柯林国小以及新北市新店区中正国小进行分享。各位师长，非常大家好，非常荣幸的参加这次教育部举办的城乡共学伙伴学校计划。参与这项活动是由五年八班的全体师生，而我们是代表中正国小出来发表这项计划。我是五年八班张仁轩。第一次见到柯林国小的同学是在十月的试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与柯林国小的林老师一起上数学课，透过镜头看到他们的学习环境，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学习是如何。我们去柯林国小的时候，除了有去参观他们的学校，还有那个柯林涌泉，他们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呢，除了也是参观我们的学校，还有去地毯走吊桥。为了各自的上教学，他们帮忙准备了一些，纪念品给了对方。中正则是准备了一个两个吊桥，一个冲浪吊桥给了柯林，那柯林也给了一个生态瓶。城乡共学与我们在教室学习和户外教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项活动可以让我们在柯林多了一位学伴，而且在那里也可以知道柯林的学校特色与学习方式，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城乡共学计划，谢谢大家。请掌声鼓励，非常谢谢宜兰县东山乡柯林国小以及新北市新店区中正国小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还有五组学校要从十一点半再接下去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移驾到我们舞台，我们准备今天的启动的记者会。地瓜就放了，但是两个人，前面这边来集合了。
长官贵宾莅临城乡共学伙伴学校大会师分享的现场。为了促进天下教育机会平等及永续发展，教育部积极推动各项创新发展偏乡教育行动方案，来自全台湾不同地区的52所共搭配25组的城乡共学的国民中小学，在教育部的支持与邀约之下，在元月24日的岁末，也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汇聚在教育部，一同携手参与城乡共学的合璧会议。这是一个幸福的大会师分享活动，我们一起合力来揭开城乡共学幸福共好的序幕。接续我们会举办工作坊分享及汇聚彼此虚实共学的想法与做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启动仪式的暖场活动。首先我们邀请新北市鼎溪国小的团队为我们进行古筝表演，掌声欢迎。鼎溪国小古筝社团成立于93年，今年迈入第14个年头，在钟慧娟老师指导及带领之下，团员们每年固定参与古筝检定，成绩皆获得优等，并在各项国乐古筝音乐大赛里面呢，并借新北市的学生音乐比赛、个人国小古筝的独奏中都获得佳绩。今天演出的曲目是《迎春街舞》以及《喜羊羊》两首曲子，在此向各位拜个早年，祝在场的贵宾们新年快乐，喜气洋洋。我们掌声欢迎鼎溪国小的古筝团队。这可以，这可以啊。
接下来我们邀请高雄市四维国小为我们表演城乡共学行动剧。在这个场地的同时呢，我们在远端我们也跟同路线的苗栗国小还有同路线的南投百合国小一起继续连线。城乡共学的计划呢，透过贴砖的发想幸福，编织幸福，畅谈幸福，来到今日的隔壁幸福与汇聚幸福。这是我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所以一个汇聚的列宁让这里充满了喜气。继续我们邀请高雄市四维国小为我们进行城乡共学行动剧，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各位观众午安，欢迎收看 EDU TV， 我是来自城城国小的阿城主播，现在要为您进行城乡连线。喂，小乡听到吗？是的，我就是最可爱的小乡主播，来自乡乡国小。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我精心挑选的城乡共学新闻。来自澎湖县的鸟语国小以中鱼为主题，把鸟语国小打造成一所最海的学校。最海的学校？那我们就最嗨了吗？没错，这就是教育部为了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所推动的城乡共学幸福共好。许多位于不同地区的学校借由交流平台，利用视讯教学缩短城乡的差距，彼此分享丰富的课程。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全体伙伴学校的大会师，从虚拟走向实境，进行最有温度的一场交流。话不多说，我也想要像大家一样和小乡主播来个相见欢。各位在场所有的观众们，你们即将见证历史的一刻啊！见到你真是太……喂，不要再演了，来个拥抱嘛。好啊，谢谢，谢谢我们四维国小的行动剧，谢谢。城乡共学，幸福共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谢谢。继续我们邀请桃园市山顶国小的演出，现在表演的现代舞的演出。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在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店里面呢，有一个欢乐的假日下午，新奇好玩的玩具店里呢，充满了好奇的小朋友，挤得水泄不通。儿童的嬉笑声，玩具火车的汽笛声，更让老板忙得不可开交。夜幕渐渐低垂，小朋友也一个个抱着心爱的玩具回家了。老板拿起抹布，开始整理凌乱的店面，然后呢，拖着疲惫的身子上楼睡觉了。顽皮的粉红豹就趁着主人睡觉的时候出来开化妆舞会，把主人整理好的玩具都拿出来玩，当然也把整个店面又玩得凌乱不堪咯。突然，主人被这些吵杂声给惊醒了。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就让山顶国小的小朋友来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Thank you.
所以它绝对不是早年的姐妹校的这个概念，我们的共学其实在学生的共学
那虚实之间呢、哦？因为共学，都市跟偏远的学校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在一起共学，怎么样串起彼此之间的那个热度，就靠虚的数位科技来做协助啊、哦。所以学生的学习，对于老师的专业成长也是一样的啊、哦。在我们的这伙伴学校当中，其实有相同主题的。那相同主题彼此之间，这些主题老师的有些专业是可以互相的分享、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成长。那同时呢，他也需要学校行政之间的共学。所以呢，我们的行政团队包含校长、行政的这些主任们，那也可以透过校际之间的合作，那怎么样让学校的经营其实可以更顺畅哈、哦？那也就有这样子计划的一个发想。所以104年，因为103年发想了，104年就实践了。当时我们有20所学校10组同名，那感觉也蛮好玩的，因为同名的学校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透由这个计划共同合作哈、哦。那105、106，其实我们又把这个计划的幅度更开阔了，不止同名、同主题、发展创新特色，都可以是合作的伙伴学校。所以，我们今天的52所学校，就是我们106学年度哦，有好像4组还有5组的同名，其他都是主题跟特色的。那今天这个场合，其实就是把我们上半年学校之间合作发想的一些成果，那透过52所学校共同来分享。因为平常的伙伴是2、3所学校一起伙伴，今天是52所学校，大家是一个大团队共同伙伴。那我们平常其实也透过脸书啊，分享了各个学校的共学跟幸福啊，然后也分享他们专业的成长。那么各位的努力呢，其实都有留下轨迹啊。我们在去年12月6号的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里头，其实对于怎么支持偏远地区学校学生的学习，然后增加他们多元更多的探索，在条文当中其实都落款了。所以各位的努力呢，其实也就成就了一些轨迹，而且甚至在法案当中都出现了哈、哦。那我想也代表户跟署感谢我们所有的学校的努力。那再来，最后还要再感谢我们52所学校、哦，平常2、3所一起小伙伴在做集合，那大家都会互相去联系哦。但是到了52所学校要共同，不管是分区啊，或是大的那个整个的活动，都要靠我们的世维国小翁校长、白玉霞白教授，然后还有苏主任啊、哦。整个团队共同来协助规划扩划，那也让我们52所学校整体的共学，那也见证共同的幸福。那我想我就预祝我们所有的52所伙伴学校跟整个我们的资辅教授跟大团队，在106学年度的推动都顺畅，那大家也都圆圆满满幸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许副所长，请所长大副所长留步一下。那接续呢，我们邀请我们的长官贵宾一起莅临台前，我们要进行合璧的典礼。好，进行幸福合璧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我们邀请长官还有辅导教授们，我们一起来，然后也请小朋友，请小朋友来到台前，到台前。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幸福家族的大团圆啊！好，慢慢的啊，小心点点。让我们一起倒数，往下。好，如果觉得挡住了学校了，我们就往下。好，小朋友往下。我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倒数，5、4、3、2、1，合璧！全校共学，幸福共好。
是周凯。好，我们再一次一起来高呼我们的 slogan 哈。好，志平。好，那我们再一次城乡共学幸福共好，城乡共学幸福相约启动仪式成功。好，谢谢与会的贵宾，还有摄影师，谢谢，谢谢。好 ，OK， 谢谢。好，我们一起掌声，谢谢我们的副署长以及指导教授。我们邀请长官、贵宾回座。好，也谢谢我们的小朋友。继续，我们是城乡共学的进程动态简介。首先，我们邀请宜兰县中山国小、花莲县平和国小。城乡共学，幸福共好。中山平和，铁道联盟，梦想起飞。谢谢。继续，我们欢迎高雄市木栅国小、台北市木栅国小。大族为门，边牧成长，食育美育，在地学习。谢谢。接续，我们欢迎台北市永吉国中、澎湖县镇海国中。上天下海，海天一线，台北永吉、澎湖镇海，资讯网相连。谢谢。接续，我们欢迎新北市十分国小、桃园市山顶国小。十分天灯燃希望，城乡共学幸福共好。谢谢。继续，我们欢迎新竹县元东国中、桃园市内坜国中。乡村日丽结元东，阅读新体验，共学品人生。谢谢。接续，我们欢迎屏东县长荣百合国小、台南市西门石林国小、澎湖县苗语国小。西门海洋耀国际，长荣百合园林丰富，苗语彰屏好特色，三校共学乐融融。谢谢。接续，我们欢迎台北市景兴国小、苗栗县东河国小。水景星，赛泰东河，共享共学，放特无限。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屏东县响南国小、高雄市旗山国小。海角天涯，都是美丽的相遇。城乡共学，邀约大家齐享幸福。谢谢。谢谢，我们欢迎台东县广元国小、桃园市长庚国小。广结善缘，长庚城乡共学，携手并进。谢谢。谢谢，我们欢迎云林县信义国小、台北市信义国小、高雄市甲仙国小。一双信义旗，一双甲仙旗，继续，我们欢迎苗栗县同光国小、新北市顶溪国小。光明顶上共学区，机会湖海同耀进，同光顶溪
城乡共学，幸福共好。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宜兰县柯林国小、新北市中正国小。中正边，柯林进站，城乡共学，幸福相伴。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屏东县玉田国小、宜兰县玉田国小。遇见幸福，厚植福田，团队共好。谢谢。继续，我们欢迎云林县民生国小、新北市大田国小。翻转教学，遇见幸福，好啊，安吉一家亲。谢谢。继续，我们欢迎高雄市师福国小、嘉义县太平国小。城乡共学，幸福共好。高雄师福，嘉义太平。DNA 幸福早茶去。谢谢。接续，我们欢迎新北市石门国小、桃园市新石门国小。新北石门、桃园石门、石田石美，携手同门。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屏东县海滨国小、台东县五上五国小。东港双港联，城乡共学山海间，云端虚拟实际线，海滨上五姻缘圈。谢谢，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屏东县大光国小、高雄市山顶国小。山光水色，情谊共和。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台北市民族国小、金门县多年国小。台北市民族国小、金门县多年国小，一手牵手，明年到永久。谢谢。继续，我们欢迎南投县爱兰国小、台中市湖南国小。爱兰南三海市，共城乡新鲜事。谢谢。继续，我们邀请台北市万兴国小、台东县公馆国小。金守公馆，三万兴，三和共好。谢谢。接续，我们邀请屏东县山海国小、台南市昆山国小。山盟海誓，点亮城乡，共创幸福。谢谢。接续邀请高雄市中山国小、苗栗县礁埔国小。领航，编织梦想，高雄中山，苗栗礁埔，特色深耕，意犹未尽。谢谢。接续，欢迎花莲县文兰国小、宜兰县育才国小。文兰水岸绿野美如画，台珍珠满地展文风，文南育才携手学习新方向。谢谢。最后，我们邀请台南市关庙国小、新北市嘉宝国小。海绵风华与斗情，烟火乐游上玉，关庙情怀暖人心，都揽胜在嘉宝。老乡、老树、老朋友，谢谢。关庙，大家好，赞赞，谢谢，谢谢愉快的贵宾，我们城乡共学，幸福共好的进程动态演出就到这里。接续是我们的成果发表，我们邀请长官贵宾到各个单位来进行巡礼，我们也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谢谢。
我们接下来要跟澎湖的鸟语国小，还有屏东的长荣百合国小来进行试训。我们请长官跟辅导委，我们就到电视机前面这边来。
副署长有问题要问你们哦。谢谢鸟语的小朋友，你们刚介绍了，让我觉得哎，好有兴趣哦。下次我们也想到鸟语来看一下小朋友。但是我想要请教你们，如果你们的共学伙伴、城乡共学的伙伴要到鸟语，你们会怎么样带他去了解整个鸟语的整个实际上的生态呢？我问得太难。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吗？有。夜照，夜照，对，这最有特色。那下次我们到鸟语，是不是也带我们去夜照呢？欢迎。简说上一次，好，很厉害。副署长说，如果他去鸟语，你们要不要带他去夜照？谢谢。OK， 副署长，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谢谢副署长，谢谢。好，谢谢鸟语。夜照，这个叫夜照，这个叫照，因为要带着头灯去照，一边捞鱼是吗？对，可以，要脏一点，带着头灯晚上的时候去照，没错没错，聚光，聚光的灯光，对，这个是要不要转一下哈？好，那我们刚来第四排平安楼来到家，经过不要错过，经过不要错过，等一下我们这一个进程。就是从发想，然后循这样的一个程序，我们来到了编织跟合璧，让我们每个学校的成果彼此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才结会去典藏，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课程网络跟课程的模组，那以后可以提供各个学校来做参考跟学习。还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学校的。我们今天来的第二阶段的第一站是宜兰市中山国小跟寿丰乡和平国小铁道友情，铁道结盟科技友情，我们请两位校长为我们介绍。各位长官来宾大家好，我是平和国小校长李世民。我是宜兰市中山国小校长刘文胜。中山国小有120几年哦，对不对？121。哎，我们平和只有它的一半而已。没有。哎，但是平和这几年我们很致力发展于学生的所谓的生活体验，以及实农教育的发展，我们把它还有科技教育的结合，跟宜兰国中山国小在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互相学习跟共学的一个课程。那我想这个以前常说的好，一沙一世界哈，两个学校我们是属于铁道联盟的学校，都在火车站旁边，然后我们和平国小是透过一个生活的实际体验，那中山国小是透过一个资讯科技的部分，让自己有感。我们常说有感而发，那个感觉体验的部分也是未来素养导向一个重要体验。那我想说接下来把一点时间交给我们的组长哦，说明这样的一个操作的部分非常有趣非常可爱，跟以前的所谓的生物显微镜是截然不同的，好不好？各位来宾，那我们是使用所谓这个生物显微镜，那小朋友去进行微观世界。那这边各位来宾看到这是蜜蜂的一个小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它，那来取代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他们目前没有显微镜的一些课程。那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可以看到更低倍，那这个是人类的羽毛，那可以看到，那小朋友可以透过它去记录。那未来我们的课程可以通过草履虫做静态的记录，让小朋友看到水草履草履虫的一个一些变化，那对，那我们就尽量跟那个我们的客人讲。那这个是我们小朋友4年级的课程，我们让他来做动手做一个就是我们讲素养的课程，他自己去结合自然课的一个电路转变的课程，他就想跟我做。那各位介绍，那我们这个孩子到我们孩子学校之后，我们也会带他做一个科学游戏，然后希望透过这个科学游戏传达一个梦想起飞的概念。他是一个马格努斯的一个流体力学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们两校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让孩子能够大校跟小校之间充分的交流跟一个学习，达成城乡共好的目的。好，我们谢谢平和国小跟中山国小，麻烦各位长官来宾将你的脚步往右边移动，我们接着来到信义区永吉国中。
跟在澎湖湾旁边的镇海国中，我们请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好朋友来帮我们介绍。永吉国中是教育部的典范学校，镇海国中刚好面临外婆的澎湖湾，校内花木扶疏，空气清新。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两位同学，请开始。好可爱啊！透过那个视讯活动，然后就是永吉的老师透过视讯去教镇海的学生地科。那这个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他的镇海的学生就是会跟我们体验，就是用水管然后做出那个望远镜。然后这一个是就是利用视讯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这个是就是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然后就是永吉有一个香草的那个草菜园，然后我们带着他们就是做出这个香包来体验。然后接下来是四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澎湖那边一样做体验，然后他们会带我们体验很多有浮潜啊什么的，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彩绘的浮球这样，然后就是两边互相交流体验对方那边的特色这样。嗯，好，还有真好。好，我们谢谢可爱的同学。来，各位长官来宾想吼转，我们刚刚越过了台东最美的地方上武国小，以及东港镇东海滨国小。那我们请两位校长帮我们来介绍，来麦克风来这边。好，没关系。长官好，我们东港海滨国小跟台东上武国小我们做城乡共处。那海滨国小因为庙宇很多，所以我们学校发展创客教育，所以各位长官看到我们的积木结合我们制造者的教育的精神跟那些积木我们让学生动手做，那发挥自己的创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积木都是学生自己组装的。这是我们的孔子池，我们那个这个是金炉还有 LED 灯，那我们的神像也可以组合拆装可以移动的，还有各式的这种之前学生做的这个冰棒棍的神教等等的，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那我们学校还有很特别，就是每年教师节办祭孔典礼跟校园内跳六一舞是已经成为全国的特色。好，那长官好，我们是台东的上武国小。那上武国小它位于在大武港，所以我们两个学校的特色是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大武港，但是渔获量不一样。那上武比较不一样，是还靠近山，所以我们整体学校的课程是把整个就是一个类似田钓的文史调查跟整个踏查的一个活动，带着东港海滨国小的学生到我们附近的山里面去做在地产业的一个探索。那把这样的一个绘本，那记录呢做成电子书，那透过交流的时候，再让学生的课程，原来单独学校的点的课程变成线的课程，那把这个课程深化，那透过视讯，我们现在是在直播，那就会透过，那我们两个学校就同时，如果说上午的岗在做户外教学，我们就直播让对方的学校看。那对方的学校在直播樱花香，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个课程，就可以马上看得到，是透过虚拟课程。接下来四月会做实体课程，实体课程的交流。好，谢谢长官。几年级？好，我们谢谢两位校长。我们是五六年级。五六年级。我们高年级。两家都五六年级。对，那我们是中高年级，因为学校只有60位台子，所以就学生的分布比较多。谢谢。好，谢谢两位校长，记得有空到东港来吃黑尾鱼、樱花虾跟鱿鱼子，也记得到上武国小有带鱼，对，来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四福国小跟太平国小，体谅各位长官来宾辛劳，他们特别准备了甜美的茶水，我们奉茶开始。他们是不是要准备一点红包？做对啊，丰沛的茶。是，有没有抽到烟？嘉义小太平国小。好，那边好，我们喝个茶就可以了。来，谢谢。哦，哎，林口丹，哦，锦水林口丹，狗年过运啊，旺旺来，哦。
好，祝所有的长官来宾在未来的狗年一切顺利平安。那我们也谢谢四湖国小跟太平国小的精心的准备。那在地上呢，有他们的教学的成果，请小心一下，别被踩扁了。那你们要演奏准备器给他们。好，我们谢谢长官来宾，来，请您向后转。我们接着，我们来到台北市文山区景兴国小，来，来玩家，就过来，就过来。来来来，小心一下，来看这边，看这边。来，我们台北市文山区景兴国小跟苗栗县南庄乡东河国小，台东也有一个东河，那我赶快，好，我赶快。来，我往前站，往前站。OK。好，我们交给两位可爱的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景兴国小的蔡代表。想
在国中组有90%的一所学校，而且他们合唱团常常曾经到国外去哈、表演过。我们学校有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教育部哈、给我们经费的赞助，让我们有更多老师间的交流。而且我们学校刚好是城市的很基本的一个原型，他们这个乡下的学校，我们两校的特色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去年推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小朋友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这个社区型的学校的孩子就是比较单纯，我们的家长非常支持我们走出去，看到不一样的多元文化。所以这一次的旅程我们才开始要招募会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报名非常的踊跃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欢迎大家来我们长庚国小，是一所无畏强的学校学校推展品格、阅读还有百慕斯课程所以这是也很具特色的，欢迎所有的教育同好们一起来跟这个我们不一样的文化做很深入的交流，这是我们非常有这个值得推广的活动，谢谢教育部，谢谢。好，谢谢，记得跟着我这边过去，来长庚去看赏枫，不是放一心的好了，我们各位长官可以到对面那一区有更精彩的展演，谢谢各位，努力的时候特别留意地上的电线，注意到欢迎来到了我们文人这边，每一年参加我们一次领域课程中录屏两个这个圣诞传播活动，还有我们湖南呢跑到这个爱兰去参加平湖族一年一度的5公里走漂路跑，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哇，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也好像回到我们美好的时光在交流的时刻呢。是，那还有没有跟大家仔细的再分享一些呢？还有很多，但是我又说的说不清楚，我唱给大家听，麻烦两位把我的提示机让出来一点点，好不好？因为我要唱歌了，好，请来，是，好，山与海的幸福相约，想要爱的无难一起共学。好让彼此多多些了解，曾想起共学，幸福来相约，山与海的对话精彩绝美。一二一四，第一次见面，无难先生盛大欢迎会，目相不表演，普鲁斯天籁之恋。圣诞狂欢共度精彩童年，冰与料的风光徐徐入神，三地彩绘走读宝贝是必然，是螃蟹风景绝美，师生期待愉悦，两周后再见，幸福相约，爱来欣赏它的美。一二二八钟表路跑5公里，体力跑点爱兰金山谷，一起是磅礴的战鼓队，还有动人弦乐，动人声线，光线治疗体验是真开心，陶醉。下来一个，好，我们长官还有
所以再五分钟啊。好，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伙伴这样精彩的分享，好想帮校长报名星光大道。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审，一审，副署长对你称赞有加。我们欢迎屏东县恒春镇山海国小以及台南市的永康区昆山国小进行分享，我们掌声欢迎。我是昆山，我是山海。我们的孩子都有一片自然的蓝图，创作出属于我们的故事，围绕着山峦，环绕着人群，湛蓝的天空，喧闹的街道，清澈壮阔的海洋，高耸林立的楼层，圆润的红豆在屏东聚炼出热情的南岛风情，大湾的花生糖在永康磨出浓郁的在地情感，两者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响亮的木琴敲奏出美丽动人的协奏曲，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二弦乐琴弹出传统动人的思想情，擂茶构筑昆山山海之间的感情桥梁，马苏哈你是唐默默，马苏哈为何妈妈给他，你也很不平给父母妈妈给他，鸭蛋孕育你与我成长的向往，成长卓越，迈向未来，挥洒青春洋溢，迈向健康的乐乐棒，哈，嘿，走向生命乐章，走向自然的潮间带，天马行空的数字，勾画出机器人的未知世界，坚定强韧的鱼竿，直甩出对生命的坚毅不挠。不知不觉，我们的脸上挂起了笑容，藏不住的喜悦在唇角之间。原来你我之间的身影早已相印在彼此的心中，满满的回忆，满载而归的感动，成就你我最深刻的友谊，更编织成一条联系的延长线，为我们的共学之路无限延长。我是昆山，我是山海，山盟海誓，点亮城乡，共创幸福。谢谢，谢谢，谢谢山海国小以及昆山国小令人感动动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欢迎花莲县秀林乡文兰国小以及宜兰县宜兰市育才国小。各位长官、各位伙伴，我们是来自宜兰县宜兰市育才国小，文兰国小，花莲市文兰国小，是育才国小校长陈志明、蔡进福。我们是因为两校的校长是在同大学是同班同学关系，所以我们以此来做结盟。那我们这次的结盟的一个主题，我们是育才国小是以童军生活教育来跟文兰的原住民的文化课程来做结合。那他们的水岸的一个生态课程跟上我们的那个彩虹的特色农园来做相结合。那我们的特色非常的多，用讲的可能讲的不是很完整，我们就把它编成一首歌曲我们用
童言来改编成我们两校的一个特色，来展现出两校的共同特色给大家来看一看。好，我们带来是不一样的童年。慢慢向前，期待着每次，期待着假期，期待美丽的童年。观光工厂里什么都有，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鱼菜广场和操场上，到底是谁这种期待发型？个女孩怎么还没弹出我的歌曲？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多彩多姿的童年。绿山白云飘过来，温暖国小就站在山脚边。海报犀利的哭话语，一溜眼就消失不见。八级路上那只无声鸟，怎么还没飞过我的窗前？等待着万岁，等待着大爷，等待游戏的童年。学校里面什么都有，等待自己去慢慢挖掘。编织串珠和传统歌谣，我都想要全部学个遍。操场上学长的贡献还在拼命咻咻咻咻射个不停，嘴里的笛子，手里的弹弓，充满趣味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站上台，才知道能说的话才一点点。总是要等到有学以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千万千。绝对不要小看自己，老师说人有无限的可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非常感谢育才国小以及文兰国小带来的不一样的童年，也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画下一个最美丽的句点。谢谢大家，谢谢。现在学校主任室长一定要把唱唱作俱佳。我们是不是也掌声谢谢组长跟科长？好多巧思哦，对，顺利，这些都是临想出来很有创意。